今天部长做到了所有，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继续跳针，继续说他在场在台中又说他会说过的话，他还是坚持不会撤销课纲，他还是坚持不会道歉，他也坚持不下台，他是坚持不公开那资料。我们讲了再多，讲了两个小时，相信各位看在眼里，相信媒体朋友看在眼里，他对我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 我很抱歉，现在在，现在在现场只有我跟雪，因为其他人他们还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心情。这三个月走来，每一天每一天，我们睡觉绝对不超过三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在走向我们每一天花多少时间、花多少力气、花多少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换来的是一句话：从来没有改变。 7月30号带了一个礼拜，我们刚才我们在上面出现一下很清楚，可是我们得到的解释从来都没有改变。现在已经死了一个人了，教育部长，你要再让多少人死啊？今天8月3号，今天就是台湾教育已死的那一天。 就是政府已经没有救了，学生已死来换取诉求得到什么？得到部长说我们要展望未来，他妈的，展望三小啊，人都死了，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必须说我累了，我只是训斥无耻高中生。各位，我是5月1号，来欧洲发起，让我都会。 就是我在要走人。我想你们比较也许比较想要听为什么会派出所嘛？其他我办情绪本过以后，我还解释完，由我来解释完。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派出所走人呢？第一个，因为部长完全无法回应我们的诉求，部长完全依然像现在6月9号，像现在更早之前一样的回复，让我们家人无法接受。 我们不认为部长今天有必要准备这么丰盛的点心，这么丰盛的饮料请我们喝，然后让我们听一些早在5月6月就已经听过的话，就已经可以说话，就早在历史深耕教师联盟深耕的这2年以来，为课纲这一题，他早就可以回复我们话。我们没有必要抗争那么久，我们没有必要牺牲一条人命，我没有必要。 我没有必要，因为你们，我让我来讲，我现在情绪好，我不会回应。同时，我不要谴责，为什么刚刚哭着走出来？为什么刚才哭着进去，说要救出证？你知道大家在不管是每一个人在大家这样运动背负多大的伤害吗？当然不止我们，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表发泄我们伤害，已经是万幸了。 还有很多伙伴，还有我很多的伙伴，他们也许根本没办法有我这样的话语权，因为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有些人说我们占据了教育部的广场，挡住了有人的动线，挡住了附近商家，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社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社会对那些掌握权力，然后滥用那权力的人不宽容，不宽容啊！可是却偏爱一些最弱势的人，却偏爱一些想要告诉大家。
对不对？贵州省都残忍，残忍啊！大家好，我是卫视国富公社，我是彰化高中的肖志军。我从五月二号铁要重任，开了这第一枪。因为这三个月以来，所有的活动，不管是部长座谈会，不管是党车，不管是全国各地各个学校开始想要对于这个课纲进行反对，不管是七月五号我们想要用游行的方式叫部长表态，不管是我们七月十三号我们误入了国教署想要有官员出来跟我们对话，不管是七月二十二号我们包围了教育部夜宿在那边，也只是想要部长出来回应我们。一直到七月二十三号，我们有三十三个人背上了罪行。一直到七月三十号，甚至有人付出了他的生命。这一切我们都参与在其中，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这几天我们在教育部里面，大家好像说决策小组们有媒体发言权的人，我们这些人在里面遇到伙伴，他们都跟我们说。你们辛苦了，加油！这要表达的只有什么？我们只是想要撤回课纲而已。那我知道的是，里面还有物资组，还有纠察组，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睡觉，很多人他都没办法把自己想要表达出来，只为了让这个运动持续下去，只为了要让教育部这个政府看见我们的意志多么的坚定。结果今天，部长还有那些官员，却还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今天看到那东西，我讲一句以前我说过的话，我以前说那句话就是从来不像今天一样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就那些衣冠楚楚的大人，他们才是社会上最残忍的一群。他们坐在那里跟我们说些废话，因为他们说那些废话，我牺牲。我们太多时间了，我花了多少力量？今天我们妥协，是因为今天我们告诉教育部说我们不一定要撤销。今天我们告诉教育部说，其实你可以暂缓，你可以冻结这个课纲，是因为我们累了，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其他人会有更多的运动伤害，我们要投入更多东西，所以我们妥协，我们告诉教育部说，你暂缓，你审查通过了，你再说。但教育部还是坚持不肯。我陈建勋，对不起，今天是因为我们所有群众，我对不起我们今天的所有伙伴，我对不起大林，对不起李浩，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我们记者会今天这样就好，谢谢大家。我们晚上会再跟教育部里面的伙伴继续做协调还有讨论。好，等到平复情绪再说吧。谢谢大家。那我们还是会。好，各位朋友，麻烦。留给他们一点的待遇，拜托，谢谢大家。Thank you.
接下来说明就到这里结束，那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